能认证及餐饮市场的活络，让国内职业学校兴起餐饮相关科系的设立。高鹰工商餐饮管理科是其中佼佼者，标榜拥有餐饮教学最佳相关设备及国家级裁判及监评资格的专业师资，也延聘业界师傅或相关领域达人示范教学、经验分享，培育学生考取餐饮类相关乙丙级技术试证，通过率高达300%，而且在全国各项餐饮技能竞赛中表现非常杰出，受到国内知名餐饮业界的肯定。高鹰工商餐饮管理科拥有领先各职校的专业设备，包含中餐、烘焙、西餐、调酒、餐服、客房等实习教室，让学生从基本的餐饮礼仪、柜台接待、客房服务，以至中餐烹饪、西餐烹调、日本料理、饮料调制、蔬果切雕、中式点心等食物的操作学习，样样都要让学生做完整的学习，以协助学生顺利取得就业证照或继续升学。餐管科同学的学习心得。嗨，我是雅年。嗨，我是文强。雅年，你在实用电班都学些什么？其实，在高一蛮好玩的。目前我已取得中餐、餐服、饮料调制的证照，我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接着，我想继续准备以及证照的考试，这样对未来升学和就业都很有帮助。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你很有能力，也经常帮助同学们。其实，在高音，我觉得只要放心的把自己交给老师，大家有共同的目标，这样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那你在建教班实习有没有什么趣事呢？蛮好玩的啊，除了增加自己的工作经验，也培养未来职场的竞争能力，对我未来升学就业都有大的帮助。重点是呢，还能赚取生活津贴，协助家人。加入高音工商餐饮管理科，能让你就业升学没烦恼，奇异生活一把照。